11月15日，章子怡晒出与女儿醒醒练瑜伽的照片，两人大秀一字马，画面温馨。章子怡开心地表示，互相做对方的小教练，增进感情，还能锻炼身体。从画面来看，章子怡身穿紧身衣裤，曲线婀娜，好身材一览无余，特别是一双长腿，纤细却又有型，让人移不开眼。外表丝毫不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做瑜伽时，章子怡十分刻苦，各种高难度动作都不在话下，仿佛专业健身教练。在醒醒的帮助下，章子怡还挑战了一个倒立的姿势。5岁的醒醒在妈妈的帮助下模仿的有模有样，他一会儿贴着墙劈叉，一会儿脸贴地舒展身体，乖巧可爱的模样十分讨喜。不得不说，醒醒以初具少女姿态扎着辫子尽显淑女范。2013年，自从章子怡与汪峰相恋后，她的人生就突然加快了步伐。两人婚后不到一年便在美国生下女儿。醒醒3岁时，章子怡再诞下一儿子，实现儿女双全，成为人生赢家。最后也祝章子怡永远幸福。